因为真正确定你就是嫁叶子成，你绝对跟所有的志文讲讲。爱情来得很突然，挡也挡不住，你哪天应该没有？我警告你哦，你是坏啊！你卖个小兄弟啊！要我替你做代志，你就爱顾你的我的事。你卖乖哦！就爱好好珍惜啊！看叶子成跟我不约定。三立台湾台29频道，拜一至拜五暗时八点，一家团圆。奶奶，你的消情哦，一天到晚拢找我麻烦。等我家己有落来了，我才看一个人要安怎阁摇摆。你胡啊感慨？更好啊，希望会当斩断阮会长的头盔。我要让消情消失，我要让方安乐迄只狐狸精，永远卖阁出现啊！我嘛就讲了业障哦，爱情是些浪漫大电影啊，竟然着我背后偷来暗箭啊！你要我替你做代志，你都要顾虑着我的心情。啊，若无我恩业之前的代志，就是真正要让大家知影，到时阵听的人就是你。你千万卖为着其他的查某人，被我对面阿妈还阁伤会动手。这位就是我的查囝，伊叫做方安乐。刚进前去住伫个饭店了，啊就消失无踪。代志恐惊无限难事。你是江庙的代言人，私底下跟两个查某勾结，你根本就是笨手啦。阮太太讲了无唔对，这个查甫就是安乐一步错步步错的主要的原因。你是安怎令安乐？我得看安乐胖无去哦。你阿母这是无下做书记啊？你哦，应该是找叶志成用啦。还是你不用呢？爱我代替啦。这位是你要来骗我的？你这卑鄙小鬼！你真麻烦呢，我警告你哦，你是我的人，不是你的人，你莫阁孝顺伊啊！哎，你莫怪哦。